江苏八达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家“十二五”科技支撑计划“双动力双匕首”系列化救援工程机械研制企业。八达重工拥有自己的科研队伍、国家级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和江苏省机电混合工程机械研究中心。八达重工是国家审核批准的高新技术企业，董事长陈立明拥有多项专利技术，是我国机电混合动力技术和大型双臂抢险救援设备研制发起人，多次在国内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奖。2009年被授予全国机械行业优秀企业家称号，2010年荣获国家发明创业奖。八达重工十分注重员工的素质培养，许多年来始终坚持先做人后做事的理念和产品代表人品的原则，抓质量讲信用。八达重工生产的各种机械，其最大优点就是油电双动力，而且八达产品都是一机多用，只要更换不同的抓手就可以无所不能，是所有同行业产品中无与伦比的。八达人讲究的是精工细作，对每一个部件都是一丝不苟，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业的质量监督。从分件组装到整车测试，每一辆车都有严格的把关和全车档案。另外，八达产品还可以根据顾客要求进行选件配备和定制生产，同时还有数十种专业抓具供顾客选购。2012年，八达新产品液压门式卸车机刚一投入市场，就受到了铁路部门的青睐。该设备的优点是体积小、操作灵敏，卸车非常干净，不需要重复清理，对车厢和车底都不会造成损害。如今，无论你走访车站还是码头，到处都能看到八达产品的身影。八达产品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智能型装卸设备。